咩话？我仔被人拉走，仲要交保释金？什么？我的身份被盗用，需要交保证金配合调查？有冇搞错啊？我要交成万蚊电话费，仲要提供个人资料。再上不上当，如有怀疑，先打18222，记住18222，唔会受骗，你最醒。